来，到老史考特的火堆前暖和一下身子。你有看到一个独眼巨人经过吗，老先生？你要找巨人的话，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啊。末日之翼就快逼近了，只要北欧人一开始互战，所有的巨人就会加入战斗。也许我们可以说服一些北欧人停止内斗来加入我们。他们一看到陌生人就动手杀人。我带了自己村庄的旗帜可作为通行证，只要把它举在前面，他们会暂时停止打斗，听你说话。不过你改不了他们互斗的特性。看来值得一试。这条通道随处可见巨人的踪影，但是如果你能保证我的安全，我就跟你走。Ine Jerek, Irifer, Uer, Irifer, Irifer. 巨人发动攻击了！保护史考特，别让他受到攻击。Hetimos, Ismahin. 巨人用巨石阻挡了我们的路，要怎么办呢？只有工程武器有办法在那道墙上打出凹洞来，加强防备，组装工程武器攻击那道墙。Prostagma. At you. At you. Skip. Something. Yao. Yao. Tilbury.有有有有一大群巨人军队，快快打通巨石。有有巨人离我们越来越近。亚克里多斯，墙倒了，而我们背后受敌，我建议我们还是赶快往北方移动。说的没错，我们没有办法招架如此庞大的军队，往北撤，快。河流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众神不会千里迢迢指引我们到这里来等死，一定有办法可以渡河。我们又受到众神的保佑。他们已经停止打斗了，这面旗子真的有效。我真是不敢相信，浮士塔的人敢来这里。浮士塔杀了我的牛，还把我的木屋给毁了。杀死他们，杀死他们。什么？该死！防守前方，长枪部队前进，弓箭手散开。我不懂那些北欧人为什么攻击我们，他们好像不喜欢我的旗帜。也许我们可以善加利用这一点。这些人很在意史考特的旗帜，利用那面旗子引出他们的族长，打败他，免得双方继续打下去。我们可以把北欧人诱离营地，然后再出其不意地伏击他们。Something. Yeah. Something. 是谁？你打败了艾利克。Tai you. U-E-A. U-E-A.
It's for Lin. 你战胜了阿格令，你是一位真正的战士，我们要跟随你。In wedge. Tai Yu. What's your shame? Not long. Yao. In a jerek. At you. Ia at you. Wei Ba'er 已经战死了，我们都听你指挥。Something. Tilbuin.史考特，为什么？叛徒！你举着浮士塔的旗帜，而巨人专门袭击该地区的人，所以他们才会攻击你。这不过是邪恶之神洛奇让北欧人自相残杀的老把戏。你是谁？她是瑞珍雷夫，众神之父奥丁的女仆。她想阻止末日之翼，是她派我们来追加格瑞斯的。没错，她就在这附近。下一座山谷还有一些村落，如果那里的人还活着的话，或许可以说服他们加入我们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你可以把旗帜留在这儿。洞穴巨人占领了我们存放大部分黄金的洞穴，请帮帮我们。谢谢你，陌生人，请跟我们来。我们的黑锤族长想要见你。谢谢你救了我的人，你可以利用这些建筑物来备战。Skipan, ja. Hur är det så här? Skipan, jag vill. 好多！小心，有洞穴巨人。救命啊！我们被攻击了。Something, ja. 哪里？摧毁地下通道，洞穴巨人正利用地道来集结，重振声威。洞穴巨人已死，人民获得自由，矿场也恢复了安全。把我们从洞穴巨人的魔掌中救出来，我们可以帮你开采黄金。Já, grjótsveinn. Hver er þar? Satt. Satt. 陌生人，帮我们建筑塔台，防卫我们的城镇，我们会加入你们。Satt. Já. Something.亚肯多斯万岁！我们为你效命。要要要 ，something tilbúin 要 ，something 也给。你从巨人手上救出我女儿，我的人民会对你效忠。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 sat。你打败了巨人，救出我的女儿。我和我的人民欠你一份情。
加格瑞斯的军队通过这里多久了？不算太久，大概是几天前吧。他们往北方的山区，并且开始建造城墙和堡垒。所以那个就是地底世界的入口。他已经找到那道门了。如果让他打开那道门，末日之翼就将到来。我们一定要阻止他。Jau. Prostegna. Skipan, jer vil. Tilbuen samfekt. Samfekt. 加格瑞斯建造了好几道墙，封住往山里的每一条通道。Jau. Jau. 我们需要工程锤来击破这些城墙。Tilbuen. Atraus.我一路追你到这里，加格瑞斯，你逃不了了。要，杀，要。Skip, ég vil. Hver þar? Ég vil. Tilbúin. Hver þar? Samt já, já. Til orustuslag. Já, ég vil. Til orustuslag. Tilbúin. Atrás.那不是普通的井，那口井会把我们带到死亡国度去。你先去，凯伦，万一你不幸坠死，我们就留在这。如果等你们决定好谁先下去，我早就在下面等你们了。